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经文：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，常使不绝。这是菩萨大慈悲的行持。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。 他们要为众生做些什么？受是接受，持是保持。什么是如来甚深法藏？有几下几种解释，供参考。第一种解释，《净影书曰。 明修圣解，如来藏性，是如来甚深法藏。暗障祭除，明现己心，这就是明心，故曰受持。净影书和《大成起居论》是这种解释，人人都有。 如来藏，对于如来藏性能明白学习，得到书圣的开解，就是如来甚深法藏。至于受持，不是教你得到什么，只是教你去掉愚痴障碍，因为你本来具足，只是多了一点脏东西。 例如，阴天没有太阳，云一去，太阳就出现，这就是受持。所以明见自心，如实知自心，作为受持如来甚深法藏。这个解释很高，以明心见性为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明心见性。 在净土宗里，是礼仪心不乱。大家知道，净土念佛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，功夫成片。这是什么境界？一切时、一切处，二六时中，心中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。 一个杂念都没有，这叫功夫成片。他用一句佛号，把烦恼控制住了，就像石头压草一样，石头力量大，把草压住了，让它不起作用。第二个层次是一心不乱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见思烦恼断了。 正得阿罗汉果了，这个阶层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第三个层次，礼仪心不乱。礼仪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，不但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名烦恼。 也破了一分，破一品无名，正一份法身。这个阶层的人生十报庄严土。第二种解释，真解把所闻三世一切如来法藏，这是万法现万法归一，就是我们说的。 殊途同归，万法归一，设多文为一文。就如华严所说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多文可以归为一文，一文就是闻佛名号。这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如来甚深法藏。 这话弥和净宗说的太好了，不是过来人说不出这个话来，说绝了。多闻归一闻，多门归一门，八万四千法门归一门，持名念佛这一门专修净土，求生西方。以上两种解释。 概括一下，第一种解释是明心，第二种解释是文明。实际上，两说即是一说，一声佛号，一声心，一声佛号，你的自心在这一生中显现了，妙啊，妙啊，妙啊！ 第三种解释，上净下空老法师对甚深法藏的解释是：甚深法藏就是指这部经，就是指这句万德洪名。还有比这个解释更简洁、更明了、更彻底的吗？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如果前两种解释， 你还有点儿没听明白，那么第三种解释，你总该一听就明白了吧？你把《无量寿经》读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你把阿弥陀佛念明白了，你自信的甚深法藏就完全彰显出来了。同学们，切切记住。 通通都是一句佛号，不需要其他任何法门来帮助，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。海贤老和尚给表这个法，他表演成功了，样子已经做出来了，我们还怀疑吗？护佛种性，常识不觉。护。 就是保护、保持、维持佛种性。慧书做了四种解释，我们列举三个供大家参考：众生所具佛性，众生心中具如来性，本来不变，能生过恒沙功德。 但为无名所避，过是超过的意思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：开发众生本具佛性，众生个个都有佛性，这个是本来不变的，能出生超过恒河沙那样多的功德。现在虽然是众生。 但本有的佛性没有变过，没有减少过。但是现在为无名所蔽，像阴天的太阳被云遮住了。虽有同无，可是太阳无边的功德一丝毫也不损失。菩萨的教化，就是开发众生的如来藏。 明显本有的佛性，这就叫做护佛种性。菩萨为兴教化，开发本具之如来藏，名为少龙佛种。这个说法意思很深。首先，学佛要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 也就是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佛陀教育的立足点就是这个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共同立足点。我们的老祖宗真的不简单，他们是圣人，不是凡人。为什么？ 他们的立足点也是这个。从哪里知道的？《三字经》头一句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永远是本性本善。既然是性本善，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别忘了，后面还有一句：“习相远”呢。性相近。 我们跟佛菩萨是一样的，是平等的。习相远，习性不一样了。诸佛菩萨没有习性，众生有习性，而且是完全随顺自己的习性。习性遮蔽了自性，自性显露不出来，这是事实真相。 怎样让众生认识这个事实真相？教学怎么教？最直接、最快速、最稳当的教，就是持名念佛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它是第一法门。菩萨教化众生，教化的目的。 就是要开发众生自性本具的佛种。佛种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自性弥陀。在《三十系念》里，中风禅师开示里头有两句话：“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。” 净土即是此方，这是什么？自性本具的，这话不是假的，不是比喻，不是形容，是事实真相。你把这个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你学习净宗是多么大的幸运，多么大的福报，要珍惜。 要开发众生本具的如来藏，也就是他自心本具的阿弥陀佛，就要启发、帮助众生对持名念佛深信不疑，帮助众生一心归命持名念佛，以菩提心为佛种。华严经曰。 比如无牛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：是以菩提心作为佛种。比如无牛是一种比喻，没有牛就没有牛奶，没有牛奶怎么能做出醍醐呢？若没有菩萨发心，就没有佛种；若有菩萨发心。 佛种就不断。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，不发菩提心的人不称菩萨。菩提心是什么？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说三心：第一个直心，第二个身心，第三个大悲心。 三心是一体，一个心，真心是菩提心的体本体，其实就是自性真心。身心是自受用，有体有用。大悲心是他受用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用什么心。 对待一切众生用什么心？对待一切众生，大慈大悲，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。真心是清净平等心。对自己不要求名文利养，连边儿都不要沾，一定要求清净平等觉。绝 比什么都重要。清净平等觉是自性的性德，自性的性德本来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。他的能力能破烦恼，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是以法性。 为佛种，佛种不断，以称名为佛种。妙，太妙了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佛种。三种说法，第三种说法最好，统摄前两种。前面两种不包括念佛，念佛包括前两种。 比如种树，要有种子。种子种下去，照顾好，它就生芽，长成小树，再长成大树。闻佛名号，如得种子，信愿持名，即是具足因缘，必得受记作佛。故云，持名为佛种。 这个说法正合本经宗旨。这话讲的多好，怎么就听不懂呢？一点小微风就能刮倒一片，卷走一大批。别人说个啥就信个啥，就是不信阿弥陀佛。不信阿弥陀佛，你怎么能成佛呢？ 我们接触净土宗也有一二十年了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，一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的收获在哪里？我们选学了净土念佛法门，念了一二十年阿弥陀佛，功夫怎么样了？检验一下吧，经不起检验呐。 一检验就露馅儿了，不是死心塌地的念阿弥陀佛呀。听了几堂戒律课，怀疑阿弥陀佛了。你这十年二十年是什么功夫，自己就可以想象的。这一二十年白学了，小风小浪一吹就受不了，你怎么能往生？ 说老实话，你还是搞六道轮回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出离心，你不怕轮回苦，你对轮回还有相当的贪恋，你的起心动念、分别、执着，一样都没有放下，还要跟六道众生去争名夺利，一二十年。 虽然听经，但没听懂，一句也没听懂。为什么你听不懂？因为你心不专，你心上的障碍没拔掉。就是以后再十年、二十年，你还是这么懵懵懂懂的，你就完了。人一生几十年，一弹指就过去了。 这二十年，我们经历了狂风巨浪，经历了大风大浪，经历了数不清的小风小浪，就像老君炉一样，把孙悟空炼出个火眼金睛。大浪淘沙，留下来的一定是真君。 我对那些在逆境中坚守、受持《无量寿经》的老菩萨们，深表敬意。你们是佛门中的精英，深深的感恩你们。我向你们致敬，给你们顶礼。前几年的拜忏之风，来势凶猛，影响面大。 卷走一大批受持无量受经多年的老菩萨们，他们对阿弥陀佛失去了信心，另起炉灶了，葬送了今生成就的大好机缘。谁知错？谁之过？谁之罪？为什么这么说？ 因为你误导了成佛根熟的众生，使他们错失了今生成佛的良机，错过了就是几千劫呀。这个因果你能负得起吗？我多次说过，要依法不依人呐。选老师还要选名师呢。 可没让你选名师呀！有时名气越大，害人越深呐、啊。睁开你的慧眼吧，把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看个明白。佛种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是佛种中的佛种，是真正的种子，没有二话可说。 从阿弥陀佛生出一切法，从阿弥陀佛成就一切诸佛。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吗？戒律里头的三句境界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你掌握了大总持法门，总。 一切法持一切意，这样殊胜的法门没地方找。要不是过去多生多世修积的福报，你遇不到；就是遇到了，也当面错过。何况现在这个世间，有多少法门在劝你别念阿弥陀佛？ 你听了，你接受了，你把这次机会放弃了，空过了。现在你不知道后悔，你死了以后就知道后悔了。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不得了，这是偶益大师提出的，简单到极处。 真信切愿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就具足因缘，必得受记作佛。故云持名为佛种。据慧书意，以菩提心欲称佛名号为佛种性，足证无量受精，以发菩提心。 一向专念为宗，正是护佛种性，常使不绝也。前面提到三句境界，下面做简单介绍。三句：正定句、协定句、不定句。正定句指一定可以正悟的一类众生。 邪定句指必定不能正悟的一类众生，不定句指介于正邪之间，可能正悟，也可能不正悟的一类众生。三句就是三类众生的意思。三句境界设律仪界，设善法界。 设众生界，设律仪界，是遵守佛法，不做诸恶；设善法界，是奉行一切之善；设众生界，是广修一切善法，以利益众生；设律仪界，欲设善法界，是自利。 设众生界是利他，合自他两利，叫做二利圆满。学大乘佛法的应共持之，兴大悲，民有情，演慈变，受法眼，度厄趣，开善门。 这六句经文是利益众生的行动纲领，是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的具体行动。兴大悲，悯有情。菩萨兴起大悲心，悲悯一切有情众生。大悲是菩萨教化众生。 不怕辛苦的动力，不怕辛苦就是悲心。悯是哀念，菩萨悲悯众生，这是平等的大悲。对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对待，没有冤亲爱憎等等分别。我们是爱憎分明，爱的死去活来。 恨得咬牙切齿。最近，我又学会了一个新名词，叫开思眼慈变受法眼。这是讲菩萨度众生的方法。菩萨从慈心出发，救度众生，让他得乐，而为说法，叫做眼慈变变。 是无碍的辩才菩萨，不疲不厌的讲经说法，开导众生。动力来自于哪里？动力来自于慈悲。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呀、啊。因为佛菩萨对于世间所有的名闻利养都舍去了。 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这样勤奋？就是大慈微心之力。演慈变是教化众生的手段，要为众生表演，为众生演说，要解答众生的疑惑。受法眼，是佛把法眼传授给你。 法眼是智慧，法眼不是肉眼，能够认识一切诸法实相，才是法眼。法眼是五眼之一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法眼是智慧，能抉择一切法门。慧殊说。 对佛道升起正见，名为法眼。净影说：“智能照法，也就是说，智慧能了别一切法相，叫做法眼。法眼就是能够适应众生的种种根器，选择最善巧的方法。这样的智慧称法眼。” 所以，我们教导众生对佛法生了正之见，就如同他们自己有了智慧，得到了法眼，所以就称为受法眼。尤其是净土法门，众生能够抉择、重视的智慧是很不容易。 要真正得到法眼，才能知道。但是佛把这个法眼交给你，告诉你净土法门殊胜，你能信、能念、能如法去做，就等于你自己有了法眼一样。但这是佛授予你的，这就是受法眼的意思。 度厄去开善门。度厄去度就是杜绝、度色、堵住、止住之意。阿去有两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，阿去指三恶道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 阿去苦不可言，三途阿道一报五千劫，若堕地狱，其苦就更不可说了。所以大师们堵塞堕落到三途的门户。所以阿弥陀佛大愿里说：“来生我刹，不负更多阿去。” 第二种解释：除佛以外，都是恶道。善恶有不同的标准，以如来果地上的标准衡量，等觉菩萨都是恶道，只有佛是善道。除佛以外，都是恶道。为什么这样说？ 如果等觉菩萨是善道，不是恶道，那就没有必要破最后一品无名了。等觉菩萨为什么还要断最后一品无名？为了要成佛，在我们六道里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是三恶道，人天。 阿修罗是三善道。如果比起阿罗汉，飞想非飞想天还是恶道，六道皆恶。阿罗汉才是善道。阿罗汉要比起菩萨，阿罗汉是恶道，菩萨才是善道。如果菩萨比起佛，菩萨是恶道。 唯有佛才是善道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里讲的度阿去，必须到成佛，阿去才断尽。没有到成佛，阿去就没有断尽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善恶标准。我们是净宗学人，《无量寿经》净土念佛法门。 是大成中的大成，一成中的一成，圆中之圆，盾中之盾专中之专。所以这个标准是绝对的标准，不是普通的标准。开善门，就是开菩提涅盘之门。无量寿经曰。 必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。这是开善门。这个佛国的善门，永远为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敞开。只要你进了这个善门，你就三不退，你就寿命无量。这样的大善门，你焉能不入？ 进了这个大善门，你焉能不一生成佛？无量寿经里说的“开善门”，不是善恶之善，善恶的善还是恶。有一个善的念头在，已经是不善了。这里所说的开善门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这才是真正的善门。 自性显露之后，自性里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，自然就现前了。这是真正的善。哪把钥匙能开明心见性这个大扇门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把许多层次的标准都突破了，都超越了。 直达终点，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，是诸佛称赞的法门。注意，为什么不说诸佛菩萨称赞的法门呢？因为菩萨，包括等觉菩萨，也不认识这个法门，连认识都不认识，何谈赞叹呢？为佛。 遇佛方能知，佛知道这个法门微妙奇特，不是其他法门能相比的。其他法门都是有层次的，净中这句阿弥陀佛没有层次，出发心就可以圆成佛道，所以这是难信之法。 记住这两句话：除佛以外都是阿道，真正的善门是阿弥陀佛。这两句话有多少人能认可？前些天读黄念祖老居士的《心生录》，里面有一首集颂，叫《深妙禅记》，头一句是。 有大福德使念佛，这一句就像狮子咆哮，震惊百兽。就是普告一切轻视净土的人，不要认为斋公斋婆、愚夫愚妇都能修净土，就轻视净土。修净土的人更不可认为自己根气低下。 没有水平修其他法门，没有办法，只好修净土。应知，唯有大福德的人，才能信受念佛法门，你才会念佛呀。无量寿经曰：“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。” 你如果不是多生多劫修了福修了慧，这个法门你想暂时听到一点点都不可能。你现在能遇到这个法门，你不觉得你是有大福德之人吗？要相信，要珍重自己，要珍惜这个法门。佛说。 无上深妙禅，浅人当作浅法看。佛说念阿弥陀佛是无上深妙禅。我们把这句话分解一下：佛说念阿弥陀佛是禅；佛说念阿弥陀佛是妙禅。 佛说念阿弥陀佛是深妙禅。佛说念阿弥陀佛是无上深妙禅。你看明白了吗？你听明白了吗？佛说念阿弥陀佛是深妙禅，前面还有“无上”二字。而有些人恰恰与佛相反。 偏说念佛是浅法，瞧不起念佛法门，甚至排斥念佛法门，诽谤念佛人，造下了无边罪业。念佛法门是浅法吗？绝对不是。到底什么是浅呢？正是这个认为念佛是浅法的人。 是他浅，他是浅人，自然看得浅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深人看得深，浅人看得浅。到底是谁浅？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我们要以理服人，仅举几例说明。释迦牟尼佛是念佛成佛的。 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。释迦牟尼佛劝父王念阿弥陀佛。如果念佛法门是浅法，世尊怎么能劝父王念佛？他介绍给父王的，一定是最殊胜的法门——观世音菩萨。 大势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都是念佛成佛的，他们早已成就了佛的果位，为辅助佛教化众生，仍居菩萨之位。马明菩萨著有《大乘起兴论》，文章最后劝人求生净土，说。 应当知道，佛陀有最殊胜的法门，可以摄受护念众生对菩提道的信心。那就是以专一心、一佛念佛的因缘，就可以随愿往生他方佛土，可以常常见得诸佛如来，永远超离。 恶道的痛苦。龙树菩萨做大制度论，开始修行念佛法门，念佛三昧，能出种种一切烦恼，以及先世的罪业。其余的三昧，有的能出淫欲。 却不能除嗔恨，有的能除嗔恨，不能除淫欲；有的能除愚痴，而不能除淫欲及嗔恨；有的虽能同时除去贪、嗔、痴三毒，却不能除掉过去式的罪业。而此念佛三昧。 能出种种烦恼，以及先世罪业。其次，念佛三昧有大福德善根，能够度脱众生。如果有菩萨想要救度众生，其他的三昧没有像念佛三昧的善根福德一样。 能够迅速消灭一切罪恶，又佛陀为法王，菩萨为法将。菩萨最尊仰、最敬重的只有诸佛世尊，是故应当常常念佛。有人问：菩萨应当度化众生。 怎么还要常常亲近诸佛呢？这是因为有些众生尚未进入菩萨位，尚未达到不退转之地，还没有被受记成佛的缘故。由于自身力量尚未具足，如果远离诸佛，便会。 败坏种种福德善根，沉没在烦恼的大海中，不能自渡，如何渡他？一点热水融冰，反而更快成冰。菩萨尚未进入佛法不退之位，尚未悟入诸法实相。如果想要远理诸佛， 以自己少许的功德，又没有智慧方便之力，就想要度化众生。虽然有些微少的利益，却反而更加的坠落，大象陷没在难离之中，不是其他小动物能救得了的。菩萨如果进入错误的道路， 只有诸佛如来才能救他，因为只有诸佛才是与菩萨同一菩提大道的觉明妙行菩萨，应众生根基而为说法，开示宣扬净土法门，诸佛甚深的法药，微妙深密。 而不可思议，佛法究竟之处是无法用分别心去思量，不可以言语去议论。因此，除了佛陀之外，没有人能够穷尽的宣扬说明。释迦牟尼佛是一切众生的大慈父。 因为连念一切苦难众生的大悲心，宣说了一切人所不能说的大法，导引教化今后世的众生趋向菩提涅盘之道，更以最殊胜特异的方便法门，显扬开示极乐世界的安乐净土。 令所有的众生发愿往生西方世界，而横超三界种种痛苦的恶道。我上面说了这么多，佛菩萨赞叹净土念佛法门，就是让同修们用事实验证，念佛法门真的是浅法吗？ 如果说是浅法，它浅在哪里？如果不是浅法，它又不浅在哪里？我们要正视现实，以理服人。自从佛陀无上的教法东传来华夏，除了单传直指见性成佛的禅宗外， 以念佛法门而往生净土、度脱生死者，无论出家、在家，多的是难以计数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净土圣贤录就是证明，念佛法门殊胜无比，这是真正的上善之门。这个善门要大开特开。 让无量无边的永源众生，通过这个善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去做菩萨、做佛。把听师傅说里的一段话抄录下来，愿共同分享。放下多好，放下多自在。只有真正放下的人。 得大自在，没牵挂了。如果他发愿，还有慈悲心，多带几个到极乐世界去。小道场、小念佛堂，在一块共修就可以了。小的容易成就，大的不容易成就。大的里面有明争暗斗。 还是战场，搞的还是轮回业，那个错了。战场，世间法里头可以跑到佛法里头来搞战场，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师傅老人家说这段话，他在表达什么？是老人家闲来无事聊天吗？ 绝对不是，老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是实在看不下眼儿了。老人家这一辈子说过几次这样的话？我真的不明白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争，还在斗，争也好，斗也好，你们究竟想要什么？ 我不知道谁在争，谁在斗。我说这话没有任何针对性，我只想告诉大家，不管你争什么、斗什么，从火化炉出来的都是一堆白骨，平等，万般皆是假，唯有念佛真。 还造轮回业，真的有点傻。放下多自在，快点回家呀！开船不等客，把你落下了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